要选一个 purple 还有单身吗？啊，成年吗？有哦，发言。那你单身的时候有确定八四？我八四。好，来你开条件，我来找。我看今天可不可以帮你找到你喜欢的类型，就多一个朋友了。178以上，然后不能太黑，然后我喜欢金牛座的长。都很务实的星座，又是摩羯座。哦，我女友也是摩羯座哎。Lucy， 好啊，我走摩羯，摩羯不太看外表，很热性，然后你的第一印象要舒服的，可以了，我帮你找就好了。好，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叫 Irene。Irene， 你做什么工作？我在银行实习。那你一定可以成为银行界的界花。没有。银花。没有。火树银花没有没有玩过火树银花，你说那些你棒吗？对啊对啊，哪一家哪一家偷偷告诉我们，这样去买你家的银行股很棒，买起来，很好很好。那你是金融系吗？金融系吗？是实践吗？是德敏的。那你挑选一个是看书看电影。你是文静型的啦，可以可以，那你先加，我先跟你加 Line 跟 IG， 你去忙。我找到了，我跟你通知一下，然后你忙完了跟那个人见面。好，好不好？简单。那你现在要去干嘛？我要找一个朋友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跟他谈投资的事吗？没有，叫买股票。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我问你哦，你除了看书，还有看电影，还有干嘛？有没有养小狗？没有哎。那有没有煮菜？也没有。音乐？哦，有。有没有踢足球？没有，没有动态的还好。对，还好。不怕太阳，怕的。还好，你也相信我，相信我。那我就帮你找了。好。那你现在有没有对象？没有。没有。很好，来，去找你家对象。好，等等见。好，拜拜。我帮你介绍一个，他叫做 Irene， 银行的。那你做什么的？我做直播的。可以吗？我找到了。现在要去哪里啊？我去 studio 黑一下，买个东西。好嘞，一个新朋友。好，可以加你 IG 吗？好。Gino， 你叫 Gino， 那你什么星座？射手座。哦，我也是射手座。对啊，射手座很活泼的。那你的休闲娱乐，你打什么电动？传说、跑跑卡丁车，是不是？是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好，交个新朋友。好，那你先去买。OK， 拜拜。你事情处理完了？对。很好，有顺利吗？有。有拿到，还要买多少股票？有没有买100万？有。还会开玩笑，你看，很好。里面就一个小可爱，没穿搭，很坏哦，六。哎，回来了，哎，好快哦，哎，帮你拿一下，真的。不要看，不能看。准备好，有买到吗？有。哎，包包帮你背，让你轻松。哇，你装什么？石头。好，背。好，很好了，太好了，还没跟你加 IG 耶。跟你加一下 IG。好。你有在韩国连线吗？之前啊，现在我就没在做。韩国连线就是做代购哦。之前，你们的最大共同点是你们都爱穿搭，哎，他又都是韩国连线的。我也有在穿。你有在穿哦？哦，可以，你们一定有很多话题的，我有信心。我右手边是我们的 Gino， 183公分，射手座，对，射手座。那目前全局是模特直播，网拍。那左手边是我们的 Irene， 那目前是金融业实习生。好，那现在走到三了，你们转过来面对面先握手，来，预备，一二三 ，Go。我跟你介绍，他叫做，我是Gino。Gino 呢？他都在做网拍啊，有没有看？他有这一双吗？你有吗？有。情侣鞋，你们买情侣鞋干嘛？你们还不是情侣啊？哦，很多人都有哦，拍水。哎，你们可以一起去逛街，你们都那么爱穿搭的。好。那你觉得她是什么系的女生？韩系吧，很会穿搭。你看韩系的女生啊，而且很瘦。你们加一下，来当个朋友。那你唱歌吗？你直播有唱歌吗？有，可是不太好听，弹吉他。唱一首给他听。没有，太难听了。他喜欢看书、看电影、看穿搭。有加了吗？有加了。要聊天呢。好啊。来，让我们来壁咚一下。十秒，三二一 ，Go。很好。
爱要当朋友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很棒哎，你看交新朋友，恋爱的感觉啦。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，来，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做善事啊？我想一下，赞美路人，敢不敢？好，好，真的假的？赞美路人吗？没人，走，我们一起去找一个路人去赞美哦。是我要夸奖一句。对啊，你敢不敢啊？来啊，我们这里很多路人咯，找一个看起来不开心的赞美他一下。不开心的，那个晶晶，那个晶晶，那个晶晶，别吧，他不能上镜的。那里有，那里有，叫他们赞美你啊。哦，好，不然好，赞美我可以吗？好，非常帅，笑起来很好看。多好笑，你好会，有点太准。换你讲，你讲，你讲一下。我的，很认真工作。看你那个影片，哪一个？还去帮爸爸工作，对不对？哇，真的有看呢，真的有，强悍强悍，出来出来，好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打分数。你先给满分呢是10分，十分，然后会有小数点哦，7.5吗？是不错吗？可以啊，哪里不错？说话谈吐蛮绅士的，讲话很直接啊、哦，很好很好，好啊，我去问他，那你要给他几分呢 ？Gino， 满分是10分，有小数点的，8.5分，蛮好的。为什么会给8.5呢？8.5，因为他很会穿搭，然后感觉也很好聊天，笑得很漂亮。哦，好，看你有没有机会一起去逛街哈、哦。他跟你很好，看你们有没有办法聊到。哦，你真有小心机哦，现在才看到哦，小心机，你们很好哦。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互动，把那个包包还给他。你就说哦，我这个包包好重哦。我也很重。可是小互动嘛。好。对啊，友情的互动 ，Go。包包太重了。我帮你背啊。谢谢。这个感觉是第一次演的，好了好了，来来拍张照，拍张照，拍张照。